值得，好吃，真的值得你从全世界各地飞来吃。仿了米其林的必比登小吃都在你眼前，先看一下这些东西。实在是太幸福了，虎爸，我们两个耶！ Yeah, 今天实在是太幸运了。干嘛呢？市场今天好奇的这些美味，让我们吃到呢。像我现在跟你讲哦，我们接下来有七道关卡，有七种游戏，跟你的关主呢就是石虎啊、哦，所以呢你赢了就可以吃，但你输了呢就是工作人员吃。好。啊头部，好，输了，好，准备开始哦，一二三，开！第一关就输了，第一关就输了，我是故意输的，要造福你们好吗？哎，音乐机，直接搬走，还有我也很想吃，完蛋，OK， 好，红鲤鱼与绿鲤鱼。红鲤鱼家有头小绿驴，叫鲤驴驴。红鲤鱼说他家的鲤驴驴要比绿驴家的鲤驴驴绿。绿鲤鱼说他家的鲤鲤驴要比红鲤鱼家的鲤鲤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的驴驴还是绿鲤鱼比红鲤鱼的驴红。那我可以挑我喜欢的吗？好，对我好一点，待会会跟你们分享哈。很有名的一个四合院的一个餐厅哈。我去过，然后它本身就是利用现有的四合院，来改建的。我第一次知道，我以前可能没注意到，它有这个剁椒鲤鱼，也做的蛮好吃的。嗯。接下来玩第三关卡，就是魔鬼三飞镖。哦。啊。就已经是值得嘉奖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哎哎，人家虎爸真的很厉害哎，真的。好、啊，他至少三球都丢出，所以待会哈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即使我赢了，我也要跟他一人一半。好，来。我其实是故意要请你们吃货组吃的哈。很棒很棒，虎爸很棒，不是这个内脏形状长得对我来讲有点可怕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它里面有麻油鸡，啊、嗯、我麻油鸡，嗯，第一个麻油鸡有入味，第二个完全不咸，所以你可以吃很多，好，然后第三个它里面有这个啊，除了那个鸡脯以外，它还有鸡肉，还有鸡肉，然后就是把那个。麻油鸡变成饭版哈，
来，这个来大家吃。然后，因为我还蛮喜欢吃印度料理的哈，我喜欢吃异国料理，各种异国料理我都喜欢。我还很期待吃这个小笼包。这道关卡叫做看谁先眨眼。你们这样子不是在欺负市长，让我可以吃不到吗？我很期待吃这个小笼包。啊，你明明知道我就很想吃这个东西。不行了，眼睛酸了。哦，待会分我一个那个水煎包吧。收走。收走。好。好。值得，好吃，真的，值得你从全世界各地飞来吃。你们认不认同？认同吗？他们吃的都不会嚼，嘴巴都塞满东西。都会吃饱了。嗯，我骨头你按下去呢，它会反弹。会打到我吗？会咬人，会咬人。看起来可怕。我们今天就被咬到手了。那个虎爸你先，虎爸你先，虎爸你先呐。市长先，我平常对你们很好，你们干嘛要我被咬？让完，让你按完之后手要留在那里。我不敢。哎呦！这虎爸手指的好大。因为虎，你看虎爸的手指头跟我一个手一样大，所以他当然容易按到一堆了，所以这个对虎爸是不公平的哈。再一次，赶快进行下。虎爸也很害怕，他也害怕。哎，没事。没有啦，他虎爸是故意让我的啦，因为他手那么大。嘿 ，OK， 好。上好。哎。这很可怕哎！哎，你看吗？已经按了三次都不烂了。见好就收，按了三次没有就没有了哈，没有。哦，它这个肉，你看，入吃起来一定入口即化，因为它夹了就碎掉了哦。局长，那让他们羡慕的不得了。我还没吃出味道来，我还没吃一口，我会气死你们！接着我现在气死你们！那个哀嚎连连，因为每个人看我吃，他们都吃不到，每个都。你要看它及不及格，第一个看它里面有没有汤汁，没有推它是，没事一样。我要先咬一小口哈，然后。汤汁滴下来，看到没？哦，看到没？你现在要先吃哪一道啊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